QR code 的话，大家有手机或平板之间的话，可以先扫。那我们今天整个Drupal的议程中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上面提，我们会直接从上面看大家问题跟大家解答。如果没办法扫的话，下面是他的网址，也可以直接打。 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这个可以插吗？这个没办法那么长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这次的议程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议程主要是讲Drupal这套系统。那 首先由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Drupal 这套系统。那这次的主题是快速建立概念网站。对，那我们会在过程中就是实际去操作 Drupal， 让大家看一下 Drupal 里面的一些界面跟功能，那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 James， 刚才已经介绍过，那这是我个人网站。 对，那它上面也是用Drupal，不过是前一代、七代的Drupal系统。那想再看前大家，方便问一下，有用过Drupal的请举个手。OK，有听过的请举手。看起来蛮多的。那有听过 CNS 系统的？ 不用解释了。那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CNS 系统。那Drupal本身也是一套 CNS 系统。那它基本上就程式的阶层来说的话，它像是一个比较算是应用程式型的系统这样子。那它目前以它上面来说的话，它上面是写说目前有大概10万个 user 在使用。那对我们来讲比较特别的话呢，我们在台湾有 Drupal 的社群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。 上我们社群，然后一起来讨论这样子。那可以从 Facebook 上面直接搜寻。我们社团名叫什么？中国台湾。对，中国台湾。对，那当然它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套件，所以你想要使用的话，随时可以去上面下载。OK， 那至于现在中国的状况呢？它目前到了 8.5 版，那它现在的版本也是用3个位数在算的，不过。
它会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有一个它的 life cycle 的计算方法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搜寻诸葛 life cycle， 他们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样子。那它现在在从诸葛八开始之后呢，它的底层也是有用那个 Symfony， 那它的版型现在是用 Twig 在做切板。OK， 那它目前的话呢，已经支援目前网站上面常见的一些东西，那包含如果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应用程式，所以你需要做任何管理的话呢，它都已经设计好它后面的界面，包含使用者管理啊、内容管理等等界面，只需要在界面上做 click 就可以做管理了。需要再自己去刻那个管理界面。那另外的话，它也支援好了 RWD 跟 HTML5 这样子。OK， 那前面是一些简单的介绍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我看剩多少时间？我们才开始了七分钟。接下来所有时间呢，我们会直接打开我们的网站，那直接带大家来操作一下我们 Drupal 的系统。OK。那这个呢，是我已经先放好在我自己个人伺服器上面的一个 Drupal 系统。那我已经把它打开了。那通常你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，直接打上你的网址的话，它就帮你导到我们的安装界面。那它在安装过程的话，它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就是先切到你想要的语言，直接开始安装，就是你不需要在你的安装过程中，就是还是保持英文状态直到进去，所以你可以在安装它就直接是中文帮你做说明这样子。那这边通常是设 local host 就好了，因为通常大部分人资料库应该都是直接放在同一台。那我这边需要换，是因为我这边是用 GCP 的，我直接是使用他们的 cloud 系统，所以我 IP 要自己加。那可以在上面看到，这是上面它目前可以支援的所有的 database 的方法。那它安装过程，它就是直接会去跑，它会告诉你它现在装了什么样的模组功能，还有它目前的进度。那它通常在刚装好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是用标准的方法去安装，所以它就会帮你启动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，包含使用者啦，还有一些内容跟分类的管理，然后还帮你建好一些比较基本的那个主选单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基本的内容分类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已经有实际去玩过 Drupal 的话，那你可以其实可以看一下，你刚才安装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最小化的安装，那它只会帮你启动最最最基本，就是能跑 Drupal 这所需要的模组而已。那剩下你要的东西，你必须自己去启动，然后再去设定这样子。那这就是看个人需求的状况。那因为大部分的因为我目前在使用的时候，因为我都是自己在使用而已，所以其他标准就可以了，你就不用开始去找到有些东西在哪里。在安装过程中，因为大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Drupal 的话呢，你可以在 Drupal 这边，它有一个网址叫做 Drupal.org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拿起你们手机稍微上去看一下。那
这边的话呢，它会有它是 Drupal 本身这套软体的官网，那你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一些活动的资讯啊，还有它可以就是安装一些额外的功能跟模组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寻找，就是版型，然后还有一些模组的功能这样子。那如果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，可能是，那如果说你本身对伺服器比较不熟悉的话，那你想知道你哪什么地方可以直接帮你安装这些系统的话呢，你可以上来这边看，它都已经其实有把一些就是有合作的，那实际上其实已经有资源的一些服务，这边都有列给你看，在这个 solution 这边。对，那你想要他会告诉你有哪些地方可以 hosting 这些东西，那或者是有些什么 service 的 support 之类的，那这边都可以找到资源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对参加社群，就是各地的研讨会啦什么的有兴趣的话呢 ，OK， 你也可以来这边，就是他的那个 community 这边来找一下，他会告诉你说目前在各地，目前接下来哪里有那个 conference 准备要办，那还有就是哪里有一些什么社群，你可以再参与，可以上去参与的这样子。看一下，它因为我们刚才有选择繁体中文，所以它在安装的时候呢，它功能安装好之后呢，它同时会帮你安装你所需要的翻译档。对，那如果我们刚才选的是英文的话，这个功能这个步骤就被跳过。那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是说 Drupal 做出来的网站跟用非 CNS 做出来的网页差在哪里的话，比较大的差异主要是你需不需要重刻轮子。那为什么我这个主题会叫做快速建立概念网站，因为就是我会取这个题目就是在于说，因为其实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些想法，我们需要我们现在 来做一个某个讨论系统吧，我们现在赶快来做一个什么社群的网站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形象网页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以我们以前自己直接刻 PHP 的状态的时候，那它当然是可以根据你客制化要求，就是每个细节都慢慢去调它，没错。但是其实大部分在概念的阶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是速度，实际上先去让它让取之后呢，试试看它的效果好不好，我们再决定要不要进一步的继续去。那个细化它，或者是更进阶的去开发它这样子。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你用 Drupal 直接下去安装的话，因为它从前端到后端，甚至还常见的一些 RWD 啊、HTML5 都帮你支援好了。那大部分其实我们之前的经验比较多，在做可能只是你有一些画面的需求的话，你可能需要调一下它的版型。那大部分功能都直接提供，那你就不需要再去重刻它，那你就可以很快让你的功能先launch上去之后呢。再来去决定你要不要再去做更细部的开发这样子。那有些的功能的话呢，因为它也提供了很多的模组，所以大部分功能你都可以在模组里面去找到它，那先用那些功能上去先试试看这样子。第一次再上灯的，相信我们会怎么样。这样子，这样子分钟。那它现在安装好了，那我们就随便设定一下。那下面这些就是你可以设定你的时区什么的。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网站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刚才上面的这个账号密码待会完成的话，你们可以上来玩看，如果你们现在手边有电脑或手机之类的话。
请等他稍微等一下。账号是 root， 那密码的话是 costcup， 懂内就是这一个 ，drupal 点 lista 点 tw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进来了。OK， 那现在你们如果手边有电脑、手机的话，你可以现在登录进来看看。但是请不要把它敲打。OK， 好。那在一开始的话呢，我们先简单的大家 review 一下我们现在这个Drupal上面有些什么东西，有趣的东西。OK， 那就 CNS 来讲的话，最基本的这就是管理内容嘛。所以在这边可以直接上面这一条，基本上一进来用你是 root，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很快看到我们的管理棒。OK， 那刚才我们提到有 RWD 的部分，所以说呢，其实你在手机的状态下，其实你也是可以管理的，再把你抓到旁边去。回到手边，然后这边找好选单，快就可以进来了。就像这样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，其实它的手机的状态下可以安装，刚才那个安装界面也可以在手机上面。OK， 好，那最基本的话呢，它当然就帮你让取了一些有关内容啊、回应啊，还有一些档案的基本管理。OK， 那你可以从架构里面呢去调整，说你的内容需要些什么样的内容类型。那它当然基本也是先帮你准备好了，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基本页面，它有跟你说，比如说像是关于我们，那还可以建一些文章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架构。那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功能。那它也可以从这边，就是直接从后台去设定你要什么样的样式。那它其实一个网站，以Drupal来说，你可以装很多的版型。对，那你可以根据就是看你的需求下去使用你需要的版型。那它最基本的话呢，是分前台版型跟后台版型。对，就是你上面启用的通常其实是前台看到的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白底灰白底啊，还有白灰这些画面的话，然后其实是他有在这边给你写说，他是管理界面是启用 7 这个版本，所以他其实启用的是这个画面，前台是这个画面，前台是上面这个，那后台是这一个画面。OK， 那大家比较好奇的话呢，是他刚装好可以提供什么功能？我们可以在扩展这边去找到。OK， 那这是他原本你刚装好Drupal的时候会提供的一些功能。那可以看到，它基本上其实已经提供还蛮多功能，包含 Skate 它也是帮你先装好了。对，那回应啊，还有一些这边有一个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有一些 Field 的管理功能，因为它的所有内容类型可以去指定它说，它每个内容类型需要什么样的栏位，不像以前就是可能只有标题跟内容而已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剩下的话呢，你每个功能在启动的时候，你有一些比较统一的设定的话，你可以在设定这边去调整它的一些的设定的档案，包含你可能你必须希望你的，你想要改一下你的网站的名称啊，或者是你预设的起始页等等的，在设定的这边都找得到。那当然，一个网站最重要的还有会有使用者，所以这边当然也会有使用者管理。那报告的话呢，是因为你毕竟一个网站在营运，那你可能还是会需要，就是说，去了解一下你目前的网站的状况。那你可以过来这边看，包含它目前的状态报告，然后还有它可能曾经记录的一些错误，这边都会告诉你这样子。那这是目前我上面安装的环境。那它环境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 PHP， 然后MySQL database， 那还有一个 web server 这样子。那这是我自己的伺服器环境。那它其实大部分可以用的话，你可能大部分应该是用 Apache 跟 PHP 这样子。那 database 最常见的应该就是 MySQL， 那当然也支援一些后面下面提到的一些其他的 database 也可以使用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还有一个问题是，那我现在装好了，我要怎么用它？其实它大部分的模组上面都已经有提供那个一些
教学，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其实这边你可以过来看说每个功能应该怎么去使用它，对，它有一些基本的说明。那如果这些说明还是不够的话，当然网站网络上也还是有很多教材啦，那还是可以去搜寻看看。OK， 好，那毕竟网站都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带大家来简单的设定一下我们的网站，那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做。那每个网站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总要一个起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试着做一个以研讨会来说的话，一个研讨会的网站这样子。那我们可能稍微借一下 Course Cover 的一些资料这样子。那首先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主选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主选单。好，我们可能先建一个基本页面好了，来一个。好，这边是它的一个新增文章的页面，它也都帮你做一些基本的排版过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建立一个活动种子。OK， 那我刚才是基本页面，所以它不会算首页，我们可以就是试着来主选单，把刚才那个页面找出来，加到主选单上面去。OK， 这是活动种子，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网址是 node 网。哦，对，我发现它有比较好快的方法。新增连结，叫活动种子，然后刚才叫活动种子，它可以帮你去找，找到那篇文章 ，OK， 然后我就直接启用，稍微拉一下，回到首页，这活动种子就出来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点它，要不然工作就出来了。OK， 好，这是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建个文章，然后主选单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建点议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帮我们来试试，我们看这个。可以来改一下，我们刚才我们内容类型还是有两个嘛，基本页面跟文章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试一下改一下，我们把文章改成叫做议程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到内容这边来新增内容。新增一个议程，说明没改到，我们就不管它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看到它的文章内容，我们它基本上帮你先优先先基本准备了一下标题啊、内文啊、tag 跟图片。对，那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太需要，我们先试着把它拿掉看看。OK， 所以我们可以从架构这边，它随时可以去改调整你的栏位的位置和之类的东西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到内容类型这边的议程关于栏位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可能它需要 tag， 我们把 tag 拿掉，删除。好，我们到建议画面这边来看一下，对，看它栏位就很简单就可以拿掉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图片可能也不需要，我们就也拿掉，就很简单的。好，那它好像后面还有一个。房间号码嘛 ，OK， 那我们试着建立一个栏位，叫房间号码。OK， 那它这边栏位，你可以直接说你的栏位要些什么东西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直接说它，像我们现在它是可能就当成一个数字就好了，所以我们叫做房号。OK，
OK，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就有三个东西可以用，内文、回应跟好，回应也不需要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在这边控制说，它在表单的位置。我们现在是这边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已经调整 成就是我们只需要标题、内文跟房号了嘛，没问题。OK， 那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拉，把它拉一下，稍微让它的位置跟这个差不多。所以标题上面有标题，但房号跟说明，它房号应该在说明跟标题的中内文的中间，所以我们把房号往上拉。它就上来了，还蛮快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刚才有复制了一些内文，所以我们来贴这标题，不错。然后呢，它是三，四，贴上来。好，我们就建议好了。但是你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房后又在下面，应该不是拉上来。因为它其实可以不只控制在当你在管理的时候的界面，它也可以控制你在显示的时候的界面。它是分开的，它这边有一个管理显示、表单显示跟一般的显示。对，所以我这边再调一下。OK， 我告诉他说我们需要标题贴在最上面嘛，我就要先房号在内文，但是我的房号不需要它的那个 label， 就是。不需要它显示房号，我只要它显示这个字就好，所以我不需要它的标签。OK， 内容，就再来重新再看看。OK， 你看就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稍微再多建一个。我们现在有两个了 okay， 我们现在在首页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两个异常在上面，对吧？好，那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样不好看，所以它其实也可以来调整你每个显示的画面，所以我们来架构这边看看。这边的东西叫 views， 这是一个Drupal还蛮强大的功能。你所有的画面，它其实都是用这个刻出来的大部分。对，这边可以看到，你现在看到的使用者管理的画面，它这边后面有没有对应显示的一个路径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对应的区块等等的，有的没的，它都在告诉这边告诉你说它是用哪一个 views 来去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来找一下，应该有一个首页的，这边首页看到。好，我们来调整它一下，我们把它的样式换一下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在Drupal里面很重要，如果把这个摸熟的话，基本上大部分的画面你只要内容建好了，大部分的画面都拉得出来。对，那你可能只是有时候你可能觉得需要一些美观，你想要加一条线啊，加个框啊，比较细致的画面调整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考虑用 CSS 去调整它一下这样子。OK， 那告诉你它现在应该，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的样子嘛。 OK， 那我们稍微换一下，我们把它格式显示出来。一格一格的。六，三个吧。跟外资建的两个就是了，所以就空了一个，是。一格，一个，两个，看到哈。好，然后呢？那我们再稍微调一下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希望它里面长的东西是我指定的内容，我不太需要它全部都显示嘛，所以我可能只需要显示它的标题跟说明，甚至可能只需要房号之类的等等的。那我们这边来调整一下。 OK， 那我们可以在，我们刚才已经调整成栏位了，它现在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指定栏位，所以它不能显示。那我们现在找一下标题，
只要标题跟房号就好。OK， 你可以看到这边某个议程，它现在在哪个房间？那你想好奇什么东西，点进去你就看到它的说明了，这样子。OK， 那大概还有一些比较更细部的功能，包含说你希望这一个页面它是捞什么样的资料出来的。对，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就让大家一个一个去看。那刚刚我们已经调过，刚好我们首页就已经换掉了。OK。刚才有一个人提问说可以用图片显示吗？好，我们来试着建一个图片上去看看好了。好，在助手这边的话呢，它的图片你可以从设定这边的图片样式，如果提问这个问题的人，如果你本身可以登录这个网站，可以试试看，它可以管理图片样式，这是它也蛮方便的功能，就是你的图片所有的任何图片在上去之后呢，你可以再选择说你这个图片在某些地方它应该用什么样的大小，应该被用什么样的大小，或者调整成什么样子之后再来显示，在图片样式这边都可以管理。OK， 那你看它原本预设是会先提供三个，是缩图跟中还有大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刚才内容类型这边的议程，我们刚好把档案拿掉，对不对？再加回来。可以，我们来一个图片的。好，这样就好。好，回到刚才内容，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刚才已经建过的。我再回来编辑它看看。我们刚才建议栏位，所以栏位就出来了。对，它可以随时加减栏位，但是减的时候要注意了。假设你某个栏位已经有资料了，那你要把这个栏位干掉的话呢，那你原本存在这个栏位的资料就是全部全信息。那自己新增的话，大概没问题，就是这样。OK， 那要怎么早点裁剪？好，储存。那图就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能觉得它显示的大小有点太大，所以我们来换一下。刚才提到的样式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管理显示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，开出来。它的图片，它这边现在设定的是原始图像，稍微换一下。大小，储存，回到画面上，就变小了。对，所以说你可以随时去调整它在显示的时候所需要的大小。对，这在Drupal上面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。OK， 那。我们还剩下五分钟，在继续往下之前，有没有人有想要提问的？ Okay， 我刚刚有一个批次加入大量资料，这个东西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步骤比较多，那我先大概提一下，就是说它可以用什么方法达到 ？OK， 那Drupal它本身的话呢，提供了 Migrate 功能。这边有一个 migrate， OK， 它可以帮你把资料从其他地方直接整批的倒到Drupal里面。那当然还有包含可能我有偶尔会去吃一些 ISS 之类的，那它会有提供一些相关模组可以使用。你说我任何需要的功能，你只要打上你的需求，加上Drupal。通常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模组可以给你用，那你可以进来看看它的一些说明。对，那像它这边就写说，那它是拿来 import 任何的档案格式。那
要特别注意的是说，因为它下面这边可以下载，那你要看一下你目前 Jupyter 抓的是哪个版本。你要对的最主要的是左边这一个。假设你现在抓的是 Jupyter 8，那你要用模组就必须用 Jupyter 8的，不然它就没办法使用这样子。OK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设计版面。OK， 那版面的部分的话呢，如果你要设计的话呢？你要刻得很细致的话，可以看到右边这个比较 commandline 的画面，这是它一个版型的档案。如果你要刻比较细致的话呢，它你可能就需要来这边自己调整它的 CSS 的样式。那当然，它还有一些套件是可以单纯做一些简单的排版的，像是刚才提供的 views，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。这些可以帮你拉一些简单的 layout， 如果你对实际 下去写一些程式码比较不熟的话，对，它可以帮你做一些简单的 layout 这样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本来要准备一些，但是时间不太够，所以我们就先不往后面再继续下去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？带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是我们现在 Jupyter 发现还可以做一个东西，是因为显示画面的话，通常前端它在你要实际去刻 CSS 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Jupyter 它本身规格的使用方法，还有它的切板的逻辑。那假设你本身是前端工程师，那你会刻，但是你对实际去管理这些程式码不太熟的话呢，它其实还有提供一个功能叫做 Receipt。太多，我们直接从上面搜寻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只要这个东西打勾，你就可以用 API 的方式直接去呼叫你要的密码，在你出口里面的任何的资料。当然，你可以选择就是哪些东西可以被开放出来，哪些不行。那他会有一个建议是说，你可以去下载有一个套件叫做 Receipt UI， 那他就可以用画面的方式去管理这样子。把现在的装好了。我们在设定这边找到它的那个 UI 的管理程式。OK， 就看到它这边可以提供你这个 Jupyter 里面各式各样资源、各种 resource， 然后你可以用 Receipt API 的方法去打它，然后包含你要新增、修改、删除、查询等等之类的。那看到的，这个就可以。OK， 好，你就可以像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取得我们刚才建立的文章，然后包含可以去取得它和删除它。那因为由于时间不够，所以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再去查一下有关 Jupyter 那个 Receipt API 的用法。那基本上你可以直接试着就是拿 Postman 直接去打打看，那它就会直接把里面所有的栏位啦、内容全部都吐出来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议程就先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